Echo of Wings 一之声中文配音社团。白羊，站我后面。啊，终于唬住白羊的样子，好帅啊！这就是真爱啊，高礼貌。今天这颗狗粮吃得好满足啊。真是可笑，我们活在别人逆想的爱情里，而我们明明各有所爱。金总，他们出来了。嗯，你稍微往前开一点吧。好。我看到了金山停在远处的车，小小的朝他挥了挥手。那里才是我真正的春天，真正的爱情。好吗？您和海龙总裁是否真的在交往？李先生，我们听说海龙给了安龙巨额投资，请回答一下安龙突然获得投资的原因。如果你们只是朋友，那为什么安龙会拿到投资呢？既然得到了投资，那到底拿了多少呢？可是这些永无止境的猜测、指责、闲言碎语，将我和金石安相隔了千万里，让我发觉了我们之间的不平等，让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是见不得人的，谈不上你来我往，更谈不上光明正大。1930来的先生，第十六期。消息已经被捅出来了，他们还打算瞒我们多久呀？一年投两个亿，现在的安龙又没有像秦农这样的硬后，连成绩都没做出几个。你说说，这些钱投到哪里去了？说句实话，就算没有海龙，我们也有很多选择的。对呀，再说句难听的，我们信任海龙，是因为信任你们郑总的能力，并不是要把钱拿给二世祖去养男人的。郑总，又来了一批高层股东。嗯。那您？金山在防着我。我也不想费什么心思在这件事上给他擦屁股。总不能仗着我是他朋友，就让我一辈子为他白打工。那股东那边怎么交代？这周五吧，上午10点，开一个股东高层会议，给他们做个业绩报告。你去通知股东，金总和李念我亲自来。好的。周美容这招叫什么？借刀杀人，还是敲山震虎？金董事长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呢，都不问问我准备的怎么样？有什么好问的？这点事你都办不成，那就是我有眼无珠。那我什么都没准备，你可以放弃了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我特意给你行个贿，不看人面，看里面呗。黄鹤楼1916，可以，这个我喜欢。少抽点，毕竟伤身。养了李念这么久，是时候放出这条恶犬。若是此战不成，弃子当弃，死不足惜。金董事长，这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也不问你新闻里到底是真是假。哎，我们就想知道，到底安龙他有没有拿那两个亿啊？签的要是秦农那样的大明星，我们都没话说。你要拍大电影也可以，不要拿万达做幌子，人家业绩蒸蒸日上，全中国都知道。或者李总，你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签的都是什么人啊？这去年业绩就不怎么样，郑总说今年会有增长，我们就都信了。这一年年红，我们把钱给你烧着玩，我还不如去白龙山烧给我妈呢。事情我们一件一件说，要么郑总先谈谈今年的投资项目，除了安龙之外的。好的。
环保项目呢，虽然目前没有收益，但是省内在扶持，股票是看涨的。另外收购的双林建设，新闻大家应该也都看了，未来南京会是二线城市里地价增长最快的城市，这是传统投资项目，希望各位有信心，海龙做地产不是第一次。这些投资项目我们肯定是放心的。那李总那边呢？小马，把资料发给各位。好的。在座的各位，有的认识我，有的不认识。认识我的知道我以前是秦农小姐的经纪人，过去安龙娱乐曾经给海龙带来过1亿的收益，主要来自于电影票房。娱乐这个产业跟地产差不多，先期砸钱，后期看天，能不能红是个人的命，挣不挣得到钱看我的本事。我的能力我自己不评价，我也不说当初我是怎么把秦农捧红的。我们签下的这两个新人去年才入行，入行就获邀参演了丁聪元的电视剧，1月份星芒就在播，收视和收益我已经列在表上了。丁聪元这部剧好不好，回去问问夫人和千金。我们新人在入行半年的时间里已经能参演这样的主流影视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这位兄台，好好好好，你阿个头啊，咔。两个新人外形出众，在最不缺乏俊男美女的娱乐圈，不到1年时间已经是热搜常客，讨论度和关注度都非常高，人气名气都成长得非常快。我觉得仲仲对白杨一定是真爱，你看他的眼神，那根本就是看爱人的眼神啊。而且仲月还是我最喜欢的高冷范儿。剑锋行棋还是江白这对 CP 最耀眼啊。什么江白，白杨是属于我们家中院。就像地产看的是地段，明星能带来多少收益看的就是关注度。有多少新人能像我们旗下的艺人出道1年就上杂志封面。哎，这张帮我们拍的挺帅的，我们好歹也是上过杂志封面的明星了吧。三流小杂志有什么好瞧，而且现在已经有超过5个品牌在跟我们洽谈广告事宜，因为考虑到新人的形象，我们还在斟酌。我说李总，你吹得再好听，你这新人的名字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嘛。哎，这秦农是当时出来大家都知道了，哎，这两个算什么，这名不见经传嘛。我能抽烟吗？小马，把资料发给各位。好的。这位先生，您说的非常对，到底市场态度怎么样，数据说话。这是我们前两个月发行的电视剧原声带销售情况，目前还在热销。可能各位对音乐市场不太了解，实体 CD 能达到这个销量，国内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。上个月我们在北京、上海和南京策划了更名会，超过1万人预约，受场地限制，每场500人，座无虚席。就这一点钱，有什么用？是不是这样也没有办法说服各位？各位不是行内人，这样我也很难解释。你们既然是跟海龙成为利益集体，现在没有起码的信任吗？该说的，李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大家合作这么久，海龙不会欺骗各位。骗不骗，事实都在这。现在我们就是不放心，你们这些说法我们也信不过。那么各位觉得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大家才满意呢？我们怎么知道？郑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不如小马，把剩下的材料给在座看一下。好的。又发。哎呦，我说李总啊，哎，你何必呢？哎，你先看看。其实这个事情是业内机密，我今天说给大家听是因为各位都是我安龙的金主。各位都看到了，这是前天刚从北京发来的片约。各位对娱乐圈不太了解，这很正常，但是我相信这位导演的名字在座的应该都知道。张元朝的片子？是，是他的新片，
暂定七月或八月开拍。这个事情呢，现在还没有官宣，记者都不知道，在座的各位是最先知道的。这么年轻的新人，桑导就指名用了。角色还没有定，但是这个戏我们是肯定进组的。主角周宁山，影帝，大家都听说过，我就不介绍了。我们的新人定的是二番大配角，至于这位导演票房怎么样，用不着我来吹，在座的各位估计都给他送过钱。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太容易判断了，各位要是不信，要么现在去给导演打电话问问是不是真的，要么大家安心等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不用我们汇报，新闻保证铺天盖地。打电话就不必了。李总，我们也不是要为难你，我们投资为了什么大家都懂，既然你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好不满意的？各位放心，桑导除了跟我们做了片约意向，这部电影也包含了安龙的投资，投资数额保密，但保证一本万利。我说呢，这桑元朝看上的新人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哎呀，这秦龙当初都没有这么高的跳板嘛。照这么算来，两亿也算是划算的。你看，我就说我们李总是非常能干的。大家安心等一个月，就算李总骗你们，到时候我郑美容陪你们一起去安龙套说吧。这个事情之前我跟郑总说过的，怎么郑总没告诉大家吗？片约一拿到，我就跟金总、郑总报喜了。金总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啊。是不是李总，你忘了给郑总打电话了？怎么会呢？这事儿我不告诉您，也得告诉郑总啊。一定是郑总太忙，给忘了。这怎么能叫忘？美容日理万机，我海龙都靠他一个人撑着，要理解他。你这个混账，什么时候跟我讲过这件事情？郑总。哟，李总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想请您帮个忙，帮我托局子里的朋友查一查甘肃莲花杀人案。这就算报喜了，栽赃的是他，救场的也是他，好人都给他做。小马，把白羊和钟月叫过来，我要你事，越快越好。好的。你说的那个桑导演真的看中了白羊？怎么可能，片约是伪造的，半真半假吧。我只是跟桑导达成了投资协议，至于这个片约意向，是我让他助理昨天晚上临时弄个传真过来，给了20万。那么到底能不能进组？可以，我不做没把握的事情，他们两个也不是你想的那么没用，可以出来奔奔大场面了。臧元朝我不介绍了，咱们都是看着他电影长大的，去年的天龙奖也是他的，以前秦农就是从这个奖拿了以后一飞冲天。甘肃连环杀人案去年刚破，十年悬案一朝破，无数冤魂得见天日，这个剧本有多难得不用我说。老刑警扮演者是影帝周宁山，主角影帝担纲，没得好说。你们要争的是电影的大配杀人魔卢刚。这个是原型的照片，从外表来看和白羊有两分相似，看眼神钟月能凑得上边。竞争很激烈，你们两个都去，江瑞云肯定也会去，选角龙争虎斗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优势，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你们俩能超常发挥，凭实力说服桑导。不是说跟桑导那边签了投资合作？对，我直接投了5000万，这个投资你不要担心，桑元朝的电影是稳赚不赔的，投5000万能给你捞回来5亿，少了我拿人头给你赔。既然有投资在，难道桑导不能通融一二，
多给他们俩一点机会。你让臧元朝搞通融，你还不如直接吃点屎冷静一下。在他眼里，凡是想搞资本干涉艺术的，通通拉进黑名单。这样，白杨、钟月，你们俩过去的演技没少挨导演的骂，也没少挨我的骂。但是我现在要把你俩送过去，我说可以，就是可以。你们两个摔摔打打这么久了，吃的苦不比别人少，不要畏畏缩缩，觉得自己不行。不行的人，我不会让他上的。嗯嗯。卢世刚的资料，能找到的都在你面前了。时间紧迫，两天后咱们出发去北京。这两天别干别的事，专心揣摩角色。臧元朝喜欢朴素的本色表演，别想拿花里胡哨的演技敷衍他。安龙娱乐是死是活，就看你们的了。夜之声出品，白云诗原著，一九三零来的先生第十六期，制作组策划静水，编剧陶吉二，导演静水，后期陶吉二，监制西月，美工是日央，宣传斗一刀， B 站字幕我是一把剑，配音组金世安、宣纵、白杨、杨仔、李念、东东、钟月、呆呆阿库玛、郑美容、陶吉二、中白粉 A 浮梦若微、中白粉 B 西月、中白粉 C 静水、小马逆鳞无伤、记者 A 浮梦若微、记者 B 十六夜、记者 C水无涯、股东 A 清风绝影、股东 B 静水、股东 C 清风绝影、江白粉西月、片头报幕陶吉二、片尾报幕静水。广播剧首发晋江论坛之优声游色板块，本作品仅供配音爱好者个人学习交流，请勿进行二次修改和上传，或者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夜之声出品，白云诗原著，一九三零来的先生第十六期，感谢您的收听。